就把颜色边边弄一点，对，上一点。画一幅散画需要画多久时间呢？半个小时啊。半个小时就好了。可是我会先在纸上先打好草稿，之后看再画在扇子上面，这样原则上半个小时就差不多就完成了。画在那个扇子上面跟画在圈子上面是不一样的。嗯，因为那个吸水性不同，技巧一样，只是说可以运用在各种不同的素材上面，是，对，可以比较接近生活化，让人家觉得说国画不是只是贴在墙上欣赏，也可以应用在一般的生活。这蓝色是浅蓝的，浅的，蓝色呀，好，蓝色，帮你调一下蓝色。可以画成这个，对，慢慢的融合。这个不是铁的，我想说有蓝。嗨，这小朋友画得很好哎。对呀、啊嗯，不错哦。嗯、你旁边还要再画同一种颜色吗？啊，很 OK 哈、哦。一样颜色的，这样子，你都没有回答。好厉害，幼稚园而已呢。不错、哦。这是做这个运动会。嗯是。哦，啊利用这个看有一挂人哦。啊，我的目标是。要二会啦，他敢那讲，假使哪一档收入一挂，哦，做一挂吼公益，吼，人讲遐弱势吼，这、哦嗯、这是大家安心。是，所以今晚你弄不要夹醋鼻吼。哎、欸，不要夹醋。